IVE 推出首张正规专辑，登上韩综惊人的星期六做宣传，登场就热跳新曲 Kitsch， 洗脑的歌曲连前辈泰妍都认证这首歌很棒。节目中队长安宇真综艺魂再度燃起，对于 K-pop 歌曲的热爱真的是拦不住啊！在该集节目中，其中 For Mini 的歌曲 Crazy 由秋天答对，让晚一步的安宇真相当懊悔。然而答对题目的人都会出来秀一段该歌曲的舞蹈。就在秋天前辈展现自己的魅力时，安宇真用超不科学的大长腿快速抵达秋天身边，姐姐 Line 一同热跳，让全场气氛嗨到最高点。歌曲结束了，安宇真人对着镜头狂跳，让主持人都忍不住出面阻止，还忍不住吐槽安宇真冲出来的速度，只说他过弯道的时候我还以为是短道速滑选手，让安宇真笑说因为不能太晚出来，让场面爆笑到无法收拾啊。